您现在收看的是《眼镜玩仙剑再次回来了，我绝对不会说为什么我们上一部会这么短就结束，我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我想上厕所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好，我们拿到，我们好像是要去仙灵岛找那个仙女大人，不过我们先拿那个药店的灵芝回去给那个婶婶吃好了。小虎讲的都没，大家讲的都话都没变。好，灵芝，灵芝不能给婶婶吃哦。好吧，我们，那我们就下次，就我们就应该不说下次，就留着自己用吧。好，这是啊，好老大给了，用来敲碎仙灵岛石像的法宝的破天锤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找婶婶。找仙女来救我们的婶婶，救我们这个伟大的婶婶。觉得我们这个婶婶真的是，这种要怎么讲呢？真的是适合当老婆的一个好代表，能够这样子抚养一个小孩子长大，真的是值得一娶啊！我先来找这个，应该是水生叔吧。果然是水生叔，好，我们跟水生叔讲话。水生叔，救人如救火，劳您驾，带我上仙灵岛吧。水生叔什么？啥？风浪这么大，你不要命了？是不是？卓哥为了平看仙女，船险些翻了，我可不敢再去了。哦，仙女，所以是大脚婆吗？好，我们再看看什么逍遥怎么讲。水生叔，求求您，您是这一代经验最老道的渔夫，您不行，那还有谁能行呢？我们水生叔是个老江湖，看这个能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打动水生叔的心房。不行就是不行，你找别人吧。哇，不行，我们水生叔铁了心，就是不想再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张四吧，张大哥，看能不能带我们去。张四。你想出海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是到过仙灵岛没错，但是现在的天色也不早了，到了晚上风浪还会更大。对啊，这种出海人，而且用这种小船，到了晚上啊，又没有罗盘，又没有什么一些特别装备，就这个小筏，这个小船、小竹筏，真的，一翻那就完蛋了，这可能连游都游不回来啊。不管，不过不管这么多，看剧情怎么讲。张四哥，请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这个忙，要救我婶婶的命，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这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李大娘平日待人还不错，我想老天应该也会可怜好人吧。哦，我们李逍遥动之以情，让我们张四愿意帮我们了。走吧，上船。好，那就马上出发。哦，还是这种
手摇那种人力的移动的船呢。谢谢啦，总算靠岸了，逍遥老弟，你可要早去早回啊，千万别迷了路，我在这里看船，不陪你进去了。哎，是的，不然回来没船，拿到仙灵丹也是没门啊。啊，再讲讲看会说什么。怎么了？找到菩萨娘娘了吗？还没，马上，快了，快了。啊，我们先四周看一下有什么，宝物可不可以捡的？我们都没有吧？这里有个洞，可以进去吗？不行。这个造景而已。好，都没有东西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应该也就这一条路了吧。峡谷吗？这上面有果子，可以捡吗？我都不想。这个是这个会动的，应该是可以捡的东西吧？还会自己过来。这是我们《仙剑》拍了第四集还第五集，总算遇到第一场战斗。我们看看男主角厉不厉害吧。先打一只看看。这什么怪？这怪还蛮喜感的嘛。经验值才2，也还好嘛，不是，反正也不是很强的怪。怪挺喜感的。这个桃子可以捡吗？不行。遇到怪了。还好嘛，对吧？一暴击就马上就可以斩力诀，哇，又来了！这可以避开吗？还是要练功啊？练功啊，练功！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不一样？没关系，我们先打打看旧的。他是把头发摘下来当武器吗？还蛮有趣的。对啊，是把头发拿下来。他也只有第一招比较痛而已，他那就第一招放法术比较痛，其他就还好，就只是稍稍痒的程度而已。这可以拿吗？这不行。好吧，又遇到了。先打那只。我们好像还没看我们战斗系统可以怎么用。这个是攻击嘛，这个是法术。抱歉，麦克风倒了。下面这个应该是围攻道具防御。这围攻是什么？我们试试看好了，这是什么？围攻就是自动攻击啦。按 ESC 就可以，把那个状态解除掉，还可以看状态，还可以逃跑防御。我命快没了哈，先补个命吧。好样的，不愧是男主角，马上就挡下来。可是要挡就挡到全部吗 ？OK 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男主角才刚开始嘛，总是要先练个功。到一个像世外桃源的地方来了。好，走。是迷宫啊。好，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个，如果我走迷宫啊，用了一些小技巧。像一般走迷宫，我习惯先从左边走，然后像这样遇到岔路也是走左边，除非左边没有路了，然后再选前面也没有，再像这样再选右边。这样的好处是，至少不会走错路啦，可是缺点就是会花很久，所以如果这个迷宫太复杂，可能在这边可能就要走到快半个小时。好，没关系。OK， 我们遇到这个就是老大讲的石像了嘛，使用物品看看。好，破天锤用。好，解决第一个。老大是说有几个？六个吗？一个一个慢慢破。对吧，这边没办法走，
去，OK， 那这样，左边这一条就已经确定都走过了，我们再换前面这一条。这个石柱不能上，我再走其他路看看。不过好像没说，还没发现这个，该不会就是那个大王那个什么大王莲吗？听说是个南洋来的一种荷花，大王荷花的样子。听说可以载一个小朋友，像我以前去台湾，在哪里有一个那是那种植物园的，它里面就有养这个，然后我有上去过，可是。我才放一只脚，那个水就进来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再把那个毁掉，破。OK， 干脆等一下打其他个就，我们就大喊破好了，这样感觉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OK， 好，左边，换这里。好，岔路，先从左边的开始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先从左边的开始。好，大喊一声破，哎，破！好，解决一个，往左边走，死路，这可以，这里下不去哦。OK， 好，那这条路也算完成了，来看看其他的路线。这个可以捡吗？好，不能捡。可以捡吗？好，都没有捡到，那边过不去。这个开这么漂亮，都不能捡啊！我要有一个，哎，破！好，死路。OK， 回去吧。其实这背景音乐还蛮好听的嘛。OK， 过不去。没东西。我刚刚是那个过来的话，那就剩最后一个是这个。这音乐还蛮好听的。哦，所以这就是绕一圈而已嘛。还没有走两次有还不一样的结果。都没捡了。有宝箱。张灵符，看一下是什么灵？是什么灵符？风灵符，产生风系法术的符咒；火灵符，产生火系法术的灵咒。所以就是，所以我们这边不是中国传统的五行，而是风、火、水、雷、土，比较像外国的四元素，然后再加一个雷啊。竟然不是走传统的五行之道呢？看来仙界跟一般的还是有差别嘛。OK， 好，我们走这里。好，来一个，哎，破！好，我们将打破几个了？四个了吗？还五个了？这条路终结，换走右边。这个是观音像，上刻着一行字：“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”这是。是在告诫我们不要去找仙女吗？可是不行啊，不找仙女救不到婶婶啊。OK， 好，就只有这样。不是啊，不行了，我要救婶婶，这个苦海还是要让我闯一回啊。
我只是，不过其实仔细看，这个雌象的男生还蛮肌肉还蛮大的嘛。好，不管了，再大也是要把它破掉。哎，破！好，六句，第六句，雌象亦应声而睡，然而破天锤也断了。哇，只能用六次哦。所以如果敲那个观音像的话，那会不会有用哦？还是不要冒险好了。OK， 好。六具石像都解完了，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宝物吧。哎，好像走错荷花了哈。这条路走过了。好，我们飘错花了。像我们有飘错花吗？这边是好的，那边走过。我们先看看右边这条会去哪里好了，先看有没有宝物捡一捡，等等再处理那里。啊，死路，好。这个应该可以了，好，有雪莲子，啊，一朵空的莲蓬。所以雪莲子就是莲藕是吗？那么莲子哦，看一下，白玉雪莲之莲子，其形珠圆玉润，服食者真气充盈，经脉通畅。哇，这么好 ，MP 加400，可是我 MP 才100而已耶，看来应该是可以留到以后再用。好，我再看看，这样好像都走过一遍了。回去吧。好，我们踩上去看看。哦，荷花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这一排石柱啊。沿着石柱走吧。哦，仙灵洞天，然后下面这四个是什么啊？看不太清楚啊，四个字。李逍遥，仙灵洞天。好，我们进入了。哦，好漂亮的一个地方啊！这个花可以捡吗？这个树形，哎，可以耶。好，那么搜刮一样，搜刮一下，一样，我们从左边开始走。哎，这个不行。这个可以吗？它还不是每一棵树的果子都可以捡。石头，石头就是石头。我水池，先靠左边。好，水果，枯树，鼠儿果，看一下，鼠儿果是产于山间野地，多为鼠类所食。经人发现，一众平地，就是野生动物爱吃的水果，然后被我们人类也拿来跟着一起吃。Okay， 水果，鼠儿果，可是这个应该是桃树吧？桃树怎么产的是？算了，这个游戏不要太计较。水池好多哦，没什么，不能解，好，我们下走。好的，水果，这块地好大，
国。这里是一股力量将李逍遥挡了回来。问他，哎，过不去吗？这是观音像吧？哎，怎么办？过不去、欸。还是有什么机关没解啊？我在边捡水果边看有什么机关。哎，左下角的是什么？大家有看到吗？左下角是不是一个女孩子啊？这个该不会变成十八禁的了吧？看一下女孩子能不能拯救我们？对吧？这个是衣服吧？我们再绕绕。好，过不去，我们只能去找那个衣服了。咦，怎么会有女孩子的衣裳？难道哇，我们李逍遥露出一脸奸淫的表情？可是你是男主角啊，男主角能做这种事吗？哦，还好以前的时代画不出什么好看的裸体。什么？这种地方如此貌美的姑娘？莫非真的让我遇上仙女了？哦，那就是仙女吗？嘿，有了！哇，这什么音乐啊？女生哦，女生要怎么配音啊？嗯？哎，她有自己有声音哦。哎，就咦一声哎，咦，我的衣服呢？你在找这东西吗？哦，我们李逍真的是，这种人当男主角真的好吗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用管，只要仙女姐姐赐给我一颗仙丹，我就把衣裳还给你。仙丹，那是我心腹的遗物，不可以随便给别人。那你就要光着身子回家喽。对啊，哎，这个会不会太无赖了啊，男主角？好，好嘛，我先答应。哎，我答应你，可是你先把衣服还我。真的。啊！不要看，是我没看见，最好啊，没看见。你把我的衣服放在，你把我衣服放着，走到五丈不十丈外，等我穿好衣服才可以回来，不许回头看哦。是的，我走，你答应过的哦，真的要给我仙丹。然后还自己走哎。仙女姐姐，我可以回头了吗？仙女姐姐，那不是？那个什么《天龙八部》那个段誉叫他，哎，段誉叫那叫仙女姐姐，那仙女姐姐是他的谁啊？我有点忘了，不管，回去再查。OK， 我看看怎么讲。仙女，好，我们又可以自由操纵了。这个背景音乐换成这种，看看，哎，剩石头了。咦，人呢？哦。怎么一道落雷？怎么？哎，起雷了！哇哇哇！哦，哇，这雷公饶命啊！下次不敢了。那边字幕会自己跳，是什么？哎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何来此？前面那个大家自己 YouTube 按暂停吧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哇，你果然是仙女！呜、哦、呼，我们这个女生也挺恰北北的。哇，仙女饶命！从实招来，不然我劈死你这淫贼！你直接把我劈了吧！我再玩这种男主角玩下去，我都有点觉得丢脸了。不，杀生不好，杀了人会下地狱。仙女姐姐最温柔、最可爱、最心地善良。我们男主角拍马屁的功夫一流啊！好，看啊，要不是小的婶婶患了重病。命在旦夕，小的为了求仙丹灵药医治婶婶，才出此下策。最好有必要为了拿仙丹，然后抢女孩子的衣服吗？好，我看看，只要仙女姐姐愿意大发慈悲救我婶婶一命，小的愿意一死，保全仙女姐姐的名节。哎呦，我们男主角也蛮有架子的嘛。这么说，你是为了救你的亲人？是。小的听人说，仙灵岛上大慈大悲的仙女有起死回生的仙丹灵药，所以
所以嘞，哦，少女，我们看看少女讲什么。你婶婶对你很好咯，犹如亲生爹娘。那你爹娘呢？哇，戳到我们男主角的伤心处。我从小就没爹娘，是婶婶一手把我带大的。原来你和我一样，哎，所以我们这个小姐应该是女主角吧？看这个样子，总不会婶婶是女主角吧？怎么想这种 RPG 游戏第一个出来的正妹，然后又有头像，这个应该才是，哎，仙剑女主角第一个是赵灵儿嘛，所以这应该是赵灵儿吧？好吧，我们看看剧情怎么讲。好吧，你跟我来。不能动啊，大姐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快跟上，跟上，快，尬广跟上。哎，他直接过去哦。哎，可以过来嘞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好了。然后我们下一集看看，据说应该是赵灵儿的角色，看会不会给我们真的给我们仙丹灵药。好，这一集就先录到这里，我们下集再见了，拜拜。